东云大哥，这个是我们电音节的导演，我现在让他给你放一下这个电音节的效果，你看够不够炸？好，你看你满不满意？好，来放，你看一下。东远哥，看一下这效果咋样？炸，国内最炸！我的妈！我听你这说话，我是放心了。说实话，东远哥，我以前没有做电音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你。做完电音，然后我就刷了很多的内容，我非常感谢你们，一直在为中国电音做贡献。所以啊，以后把我带了，我跟你们一起把中国电音做强做大。干！感谢你支持，感谢你，你怎么能感谢我呢？你这，我感谢你，东远哥，你这次来是不是还有一件事想证实一下？就是说我们电音节是不是前所未有的效果？我刚好让导演给你讲一下，说一下。今年我们 DXYG VAC 音乐节啊，整个从规模到尺寸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主舞台遮上的宽度有120米宽啊，那这个尺寸不光是在中国，在全世界的电影节都是非常少见的啊。我们有超2000平米的 LED 大屏啊，和超过200只的全世界的顶级音响阵列啊，包括各类灯光灯具啊。具体的这个很细节的东西，我们就不全部剧透了啊。我觉得有一些效果，我们留到现场可以去更加期待啊。配合我们现在这次请到的国际顶尖的阵容啊，我们很多的这些舞台的设计，包括秀安内容的设计，全部是都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啊。这个在中国的电影界里边也是前所未见的啊。我们为的就是把国际上最炸的这些电影现场啊原封不动的搬到中国啊，让中国的观众有最好的体验啊。我相信你自己也是比较了解电影文化的啊，对于这个效果啊，我觉得大家都是会非常期待。对，我已经很期待，看到这个效果，已经觉得特别可以吧？炸就是一个字炸！东远哥，这干得漂亮吧？漂亮！我们干电影要干就干好，要不就不干。你看这效果，其实这个电影啊，我们有私心在里面，就是我们和你们一样，也是在做中国电影，把中国文化融入到电影节当中去啊！而且我们这次还开通了海外售票，你看这对吧？到时候会有很多的国际友人来的，那我们肯定要借此机会让世界看看中国电影完全不输任何人，不输任何国家。牛。